历新年举行钟声家族团拜，约埋一齐捞起，寓意大家风生水起。而家姐李思琳重投钟声家族怀抱，虽然呢段时间思琳忙于处理家事，但都好留意好友嘅动向噶。好耐冇见啦，咪藉住新年大家又可以聚一下，有个 gathering 啊嘛，所以好感恩识咗我呢班朋友，佢哋永远都不离不弃啊。系，今日 Sam 都喺度喎。Yes，hello 大家，新年快乐。系，有冇啲咩新年愿望先自己？新年愿望，想继续出多啲正能量嘅歌俾大家听。我就冇咩特别忙啦，咁有时咧就忙住嘢食同埋食嘢啦。最近系新年，又忙住同阿老师学。歌啦，其實之前做了一首歌嘅，睇下幾時先發啦，唔知咧，睇下時間。我覺得隨緣啦，隨緣啦，隨緣啦，隨緣。其實我想有自己嘅原唱歌，可以帶多啲歡樂俾大家。婉婉大年初三在佛山演出，感受到浓烈的新年气氛，最重要是观众们的热情啊！好开心，同埋我谂住上去咧，见到佛山的市民啦。点不知我问佛山的市民，俾啲声音我听下先，跟住冇声嘅。但系香港朋友，咁啊，原来香港朋友系特登去到佛山支持我哋嘅，咁所以我就系真系好开心啊！谂下世界各地做啲 tour 咁样，谂到不得了，谂完就再行，谂完再行咁样。我哋即系我哋其实所有嘅中年好声音咧都。是這樣的，其實用一個很細微的一個念力去做了第一步，跟住所有嘢就好像啊啱嘅時候會跌落啱嘅位置咁樣。我希望我哋其實喺唔同嘅位置去撞擊到大家唔同嘅火花。吉吉一直被指過去一年豬籠入水發大財，而喺農曆年期間，佢的確連踩幾日活動，工作不斷，好彩都抽到時間同鐘聲家族見面。同埋咧。我覺得佢一樣嘢好應該加佢，就係佢追得切出 post， 因為咁多 event 咧，其實我話俾你，我係甩曬啲 post 咧。舊年我都係咧初四咧就搞咗個團拜嘅，咁啊嗰陣時咧大家。嗰陣時都係只不過係一個中年好聲音一嘅初型啦，大家都喺度尋找緊自己嘅路向。今年我就喂冇理由我哋今年唔搞翻個團拜啦，咁我又會吹 BB。佢話上年唔夠放啊嘛，大家就住可能即係都飲少幾杯啊。我等佢開一個自己嘅地方，大個仔啦嘛，所以就可以啦。係啊，好開心啊！